各地老师改方式进行回率的创作，这则过程相当的疗愈。训练中者手部灵活度加对艺术美感的体验，欢喜享受 DIY 的乐趣。觉得很好，大家都学得很快乐。哎，因为我们现在是退休的年龄了，在家没什么事嘛，来这边又可以学一些手工的花艺啊，画画啊，音乐，或者是教我们煮菜。啊，真难的，老师讲讲的，头下是看咧足困难啦吼。啊，真咧做，也要做，学下那是较无困难啦。为着让老大人会当就近学习，七个区农会开设着日式照顾站，以服务的概念推动多元的课程。七处安排毕业会所的制作，受到长者的喜爱。今天呢，来带长辈他们做扭扭花，现在很流行的扭扭花。就是先今天只是教他们做一个百合。扭扭花有很多款式，主要是刺激他们脑部，就是啊，怎么算数量啦，还有怎么记方式。然后，有难度就是他们怎么样去雕塑它的花片，可以美一点这样子。长辈真努力在课程当中做出属于家己的作品。七个区农会也将持续开设丰富趣味的课程，会当带入老大人的生活当中，过家更加充实快乐。南台新闻台三七个区采访报道。